这应该说是只能是世界青年纪录。青年纪录，青年纪录。多少分呀？我们看看这位选手，1993年7月25号出生的选手，对，他是有资格做世界青年纪录的。哎，但是你要讲到他要在青奥会上举起130公斤，也应该是，不应该是这个记录啊。好的，成功了，130公斤。哎呀，这个选手在2009年的高阳世锦赛上，当时亮相的时候就让所有人感到非常的惊艳。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姑娘，体内竟然蕴藏着如此大的能量。这样呢，她今天获得了抓举、挺举和总成绩的3。